我朋友叫我去七金买那个。嗨，我是李依纯，他是陈柏霖，他是胡一真，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，耶！但因为嫉妒，感觉李依纯认识超多人，超人气的哎。听说依纯喜欢的学长和李依纯告白嘞。听说李依纯和那学长去逛全联哎。因为嫉妒，使我们的友情变质了。男生女生也可以同一组哦。哎，李依纯要不要跟我一组？可以吗？陈文玲不好吧？你要是就跟刚刚要好的话，就会跟他一样。对啊。哎，我长得这么敏了，跟我们一组了，考虑清楚啊。还是要慢着一组。这样子的话，不要跟李依纯一组的人举手。厚颜无耻来上学啊！你应该也知道吧，全班都讨厌你，或者恨你，恨你。哭了，好可怜呐！我们都是坏人呐、啊！哎，真的很坏哎、欸，坏透了，坏死了！其实，自信
想想，李纯根本就没做错什么。对啊，是因为胡振太强势了，所以我才不得不欺负他。不然，我们还是去道个歉吧。好吧，走。哎，一纯，我们之前对你太过分了，对不起。那我一走吧。好好，我们一起。哎，你们怎么老是听不懂啊？就像你们不要跟他玩了，听不懂是不是啊？就是啊，关什么事啊？对啊，你跟谁组这么自由？基本上什么课不在做？不知道，你要不要跟一纯道个歉啊？对啊，你这么过分。对啊，其实他什么事也都没有做。就是啊，其实我有点太过分了，你不过是嫉妒他嘛。道歉，开个玩笑啊，干嘛跟畜生道歉？你真的。只是不想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